周天成坐下表演赛，一个人面对十位国小选手。记者卓嘉平社。记者卓嘉平桃园报道，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今天在桃园富阳羽球馆参加 Yonex 王者之志传奇球星嘉年华会。他在示范教学国小球员时突发奇想，让他们全部上来打吧。十位前来取经的桃园贵基国小羽球球员原本是一个个上场挑战周天成，其中还有女生小天使儿，一打一，一打二，最后他看到没人敢再度上来冲击，干脆让十位学员都到场上。小天表示，之前没有这样打过，就是好玩，让大家玩得开心，我还要顾到每个小朋友，每个方位都要平均配球，一边打一边训练思考。台湾羽球一哥周天成今天在桃园富阳羽球馆参加表演赛。记者卓嘉平社。台湾一哥周天成。记者卓嘉平社。